大家好，我是摩根。本赛季慢慢也接近尾声了，很多人关注下个赛季荣耀战令皮肤到底是谁的。本赛季的是白昼和猎兽，大家先猜猜看这是谁。我真是怎么都看不出来这是典韦啊，是个程序员，电脑死机了，气得头上冒火，好家伙，东西全砸了，然后拿起键盘，那这个键盘就是他的武器，没跑了，还是个电竞机械键盘，挺挑啊，看样子应该还是带闪光灯的那种。典韦终于不是野兽了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这个风格。按照本赛季的战令皮肤，下赛季应该也是两款，目前只有典韦这款皮肤曝光，可以期待一下。然后还有下个赛季会陆续登场的全新皮肤名字，知道是谁的叫什么，就是没画面，总之也能猜出个大概了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第一款花语丁香，这款皮肤是小乔的，属于古风皮肤，看着名字这么可爱，应该画风很好。第二款是黄忠的，这个比较直接啊，名字估计是凑合着写的，总之我们知道他要出皮肤就行了。第三个是女娲的新皮肤，苗疆神女，这款皮肤应该属于地狱风格，比较有特色的皮肤，目前王者荣耀还没有这种风格的皮肤啊，估计画风会让人眼前一亮，可以期待一下。第四款名字太溜了，牛魔的新皮肤，牛焰奔，不过新皮肤出来肯定不会是这个名字啊，凑合着写的，大家不要当真。第五款，咻咻咻咻咻，这个是伽罗的新皮肤啊，大家应该都见识过了，伽罗那款运动风皮肤很像花木兰冠军飞将的那个，就是他。第六款是狄仁杰的鹰眼护卫队，这个属于信誉积分皮肤，以前曝光过，也会在下个赛季陆续上架来到我们面前。下个赛季的部分新皮肤暂时只知道这些，后续会陆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视频，大家记得点赞关注一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